有一大部分的公司都没有非常优秀的 loan process， 甚至找不到 loan process 来 processing loan。一个优秀的 loan process， 它需要具备的能力，除了及时能够处理各类贷款的文件以及突发状况，需要帮助贷款经纪和房产经纪来判断这个房屋购买贷款的可行性以及不同的贷款方案。Loan process 的工作非常的琐碎，需要整理各类的文件，跟不同个性的 loan officer 接触，它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可以考一个地产贷款的执照，转型成为地产贷款的经纪。当你成为贷款经纪的时候，你比其他的经纪又多了一个自己可以 processing 自己 loan 的机会，这样也省了 loan processing 的 cost。会接触各样的贷款案例，因此会学到不少跟房产投资相关的知识和资讯。我认识不少 loan process， 同时在湾区也是一个房产投资者，在湾区拥有多栋房产。作为 loan process， 你至少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电脑文件输入和技巧等。